小花呢？老公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之间发达了，你会离我而去吗？肯定不会。那如果有一天你有20万块钱呢，你会给我吗？会。那有10万呢？会。10000呢？会。68呢？我兜里这68块钱呢，是不是你给拿去了？赶紧还给我，我晚上有事呢。给我呀！有人给我，给我！哎呦我的妈！